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深度八卦频道。本频道分享男神女神的故事，欢迎持续关注。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，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们的最大动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佟丽娅终于离婚，520这么美好的日子，一大早就迎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消息，佟丽娅官宣离婚了。她在微博发文：“人间值得，未来可期。”与此同时，陈思诚也在同一时刻宣布离婚，喜大普奔，9年婚姻终于告一段落，我们的丫丫终于可以独自美丽了。佟丽娅官宣离婚，再见了，陈思诚。有一个小细节是，陈思诚说的是2020年，是不是说早已离婚，只是今天才宣布？当然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丫丫终于自由。如果说娱乐圈有几大意难平，佟丽娅嫁给陈思诚当属其一。2010年他们相识。2014年1月15日，佟丽娅在微博官宣结婚，说我们足够相爱，我嫁对了。2016年1月30日，佟丽娅生子，新婚燕尔，有妻有女，幸福无边。但忽然有一天，美好幻象土崩瓦解。2017年1月，陈思诚被曝与两女过夜，出轨地点是在上海。当天佟丽娅刚在前一天返程回京，陈思诚继续在上海拍摄，晚饭后去了 KTV， 身边有一女子相陪，两人乘坐同一辆车回酒店。到了酒店后，女子先下车，10分钟后陈思诚下车进入同一家酒店。凌晨12点49，该女子来到陈思诚门前敲门进房，但没有想到的是，陈思诚不仅出轨，而且与两女同时出轨，这玩的也太大了。凌晨2点58分，也就是长发女子进屋2个小时后，又一女子出现，也进入陈思诚房间。此时陈思诚已换上了白色浴袍，三人同处一室，直到早上6点，陈思诚起床出发前往剧组，当即一时惊起千层浪。陈思诚，你不厚道，娶了丫丫这种盛世美人居然还不知足，到处出轨，到处劈腿，凭什么？与此同时，陈思诚的花花艳事被扒，他还曾被拍到在李纯的公寓共处2小时，随后一起吃饭，举止亲密。但当时佟丽娅对此的回应是，这是送人，但还是默默取关了李纯。没多久，他又被拍到在张悬在公寓共处2小时，凌晨一起外出。这一次佟丽娅沉默，只有张悬方发出声明，力证自己不是小三。但陈思诚的花花情史岂有这么简单？网上又爆出陈思诚的床照，又爆陈思诚与一女子看演出。就在今天凌晨，还有爆料称他与一女子一起回酒店。佟丽娅的头上都长出了一片草原，早先他就曾表示怀疑婚姻，向往一夫多妻，说成功人士的动力都来自于女人，希望拥有更多的女人，漂亮的女人，这是欲望，我觉得欲望是不可回避的。二人接受采访时，陈思诚也当着佟丽娅的面说，每个人都会背叛或者游离，都会有背叛或者游移游离，甚至用佛法来美化他的态度。好，就像这佛法说，你到底动心可耻还是动身可耻，毫无底线与廉耻。如果他是一个单身人士，这样的言论可以理解，但他身边已有丫丫，已有家庭，这样公然无视婚姻制度，无视伴侣和家庭算什么？2018年时，我曾采访过佟丽娅，她当然是美丽的，坐在你面前时会觉得对面的人精致如此人。12岁，她扛着一袋囊，坐了一天一夜的卡车，穿山林，过草原，翻山越岭，从伊犁到乌鲁木齐。她说自己是喝鹿血酒长大的，是儿子娃娃，怎么会怕？再后来，她进入歌舞团，几度参加春晚，甚至参加阅兵式。她以动人的舞姿在无数人的心尖上旋转，你会想到一句诗：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在顾倾人国。她在圈内已有盛名，提及佟丽娅，人人都说貌美、舞美、性情美。那时她春风得意马蹄疾，未来闪闪发亮。但佟丽娅并未留在歌舞团，她辞去这份稳定的、光鲜的、前途很好的工作，进入风起云涌的演艺圈。演艺圈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，她是秀场、剧场，也是名利场。她说从来都是被选择，演员是一个很被动的职业，说难听一点，像菜市场被挑拣的菜。最艰难时他也看不到希望，也曾彷徨，反复问自己我能走到哪里。后来他从一个一个小角色开始寻求突破，任取机会，终至如今的柳暗花明。他极少谈论私人生活，对个人选择观念几乎只字不提。
但她仍然赢得尊重，因为她够努力，也够美。虎扑曾有一个四大狗贼排名，四个人分别是陈思诚、王全安、赵又廷、修杰楷，其中陈思诚位于狗贼之首，因为夺妻之恨不共戴天。是的，丫丫就是有这么招人，这么迷人，男女通吃，老少都爱。在事业上她是倔强的，有光彩的，但在情感中她一直低回柔软，也是很多人看不明白的地方。她几乎以跪着的姿势与陈思诚恋爱，早在一开始杨幂就知道陈思诚不靠谱，但挡不住二人相爱。这种相爱中，佟丽娅一直低姿态低价值感。在快本官宣那天，她说把这么好的一个人带到我身边，话里是充满了惊喜和感恩的，仿佛自己不配，仿佛陈思诚是什么天外飞仙。他接受非常近距离采访，谈到和陈思诚的关系，也觉得陈思诚太优秀了，我有点害怕。对，可是一跟他在一起我就特别紧张。他看不到自己的优秀，只觉得配不上陈思诚。对于陈思诚他始终自卑。大太阳里，陈思诚像老爷一样坐着，由佟丽娅给他打伞，他全身心的信任。他似乎觉得关系的重心在自己这里，自己要处理好婚姻，要经营好婚姻，如果出了问题都是自己的错，所以凡事要多付出，对丈夫要多关心。两人吵架都是他先道歉，不会超过五分钟，我会先道歉。陈思诚用烟头将他烫出一个疤，丝毫不心疼，还居然觉得很有意思。但佟丽娅照单全收。记者问，对于老公心灵的背叛和身体的背叛，你能原谅哪一个？他吗？我特别想知道佟丽娅的答案是什么。我对于就是老公心理的背叛和身体的背叛，你能够原谅哪一个？我觉得回家冒出金句，我觉得回家就好。也就是说，佟丽娅的婚姻观里，男人出轨并非大事，只要懂得回家的路就行。她是洒脱吗？不，她是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要求丈夫。但这样的卑微换来了什么？换来的是陈思诚一而再再而三的游戏花丛。夜宿两女事发后，整个中文互联网都炸了，佟丽娅却以出奇的隐忍面对这一切。她没有离婚，也没有公开表态，也因此令无数人遗憾不已。丫丫，你为什么不离婚？丫丫为什么还能忍？甚至被打上了标签原谅教教主。但这种低姿态其实由来已久，佟丽娅有一个男尊女卑的父亲，他出生在非常传统的家庭，父亲是家里的王，他的母亲一辈子都低头顺从。在当地的传统教育里，女儿是别人家的。他曾经发博客说，有一年过年，大伯和他一起去看去世了的奶奶和弟弟，大伯指着墓地说，这是我们家的墓地，给每个儿子儿媳都已经留好了位置，可是没有留他的，因为我以后是属于别人的，死也不能和家人团聚了，这是规矩。也因为这种观念，父亲一直看不见佟丽娅，他对佟丽娅的认可和支持极其吝啬，不管他做得再好，也只换来父亲的怀疑，你能做到吗？结婚时，父亲甚至在快乐大本营发话，我今天就把我的女儿交给老陈家了，那么希望丫丫到了陈家以后多干一些活，给老陈做做饭，到了以后伺候伺候他，意思就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从小得不到父亲的认可，长大后被父亲像踢皮球一样一脚踢到丈夫家，婚后遇到问题，父亲和丈夫是同盟，佟丽娅身后无退路，拿什么勇气对抗自己在婚姻里遇到的不公？常年潜移默化下，她慢慢的认为在婚姻女性的低姿态是正常的。恋爱之初，她明知对方不靠谱依然接纳，结婚后对陈思诚的有理与风流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后来夜宿两女事件爆发后，他连公然表态都做不到，担心这担心那。只有2017年，佟丽娅在朋友圈说过一句重新开始 YY 加油，此后一直无话。但他们依然多次同台，多次互动。出轨事件不久，佟丽娅被拍到抱着儿子去片场探班陈思诚，此后连续3年陈思诚都为佟丽娅庆生，发文分别是生日快乐 My love， 老婆加油，佟丽娅回复一个表情包朵朵妈生日快乐，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。后来又被拍到探班共度节日，同框会友，同游迪士尼，佟丽娅为陈思诚新电影打 call， 甜蜜友好的不像样。直到4年后，我们总算等到了他们彻底分手。
2021年5月20日，陈思诚、佟丽娅发文宣布离婚。透过股权透视图，陈思诚和佟丽娅两人公司股权无交集，所有人都长吁一口气，恭喜丫丫，贺喜丫丫，成功脱离烂泥坑。官宣后，外界再度风起云涌，再次沸腾。但我相信舆论中央的佟丽娅会收获更多祝福和扶持，希望她能再度成为那个儿子娃娃，能在压力万千中依然轻盈无比，站在光芒中央。丫丫，前途似锦，不要再自卑和害怕。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，如果觉得还不错，记得点赞和订阅哦。您的支持是我们进步的动力。下次视频再见。